环球网报道，记者赵一珍。据法国《费加罗报》9月25日报道，正值伊拉克库尔德举行独立公投之际，土耳其政府于当地时间9月25日决定停止通过 TRKSAT 卫星转播伊拉克库尔德的三个频道。报道引述土耳其多安通讯社的消息称，土耳其广播电视最高理事会决定封锁总部不在土耳其而且没有转播许可证的三个频道，即伊拉克鲁道新闻网、伊拉克 K24 电视频道以及沃尔频道等。据报道，来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民族主义者行动党的广播电视最高理事会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做出了上述决定。反对派的共和人民党与支持库尔德的库尔德人民民主党的代表并未到场。库尔德人民民主党在一份声明中谴责这一政治决定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并指控广播电视最高理事会受控于政府。